我今天早上啊，才在看这款游戏的，怎么那么启动那么久？我早上才在看这款游戏的介绍。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开头吧。我看介绍才知道说，它好像7年前就已经开始预告了。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哦，等到今年这样，7年呢。走向豪野之城，所有死人乐透，最后结果是满打满算的整整30个，多亏了没完没了的帮派火并，完全中文呢。他的世界观好像非常的复杂哦。太平洲还是那个太平洲，我是你们的铁哥们 Stan， 和我一起开始逐梦之城的新一天吧。破解中，喂，他怎么是这样子操作的？我明明是用手把，他却像是用滑鼠一样啊。简单、普通、困难哦，我觉得第一次玩呢，我不想玩难的。这种游戏我很少玩哦，所以我想玩简单的。V 的出生背景，所以我就是 V 哦，游牧民族，上传 2D 搜刮垃圾桶，抢劫燃料库，热爱自由，哈哈。那接完帮派和事佬玩偶小毒贩哦，哇哦。那企业人士呢？可以活着离开企业的人屈指可数。而还保有灵魂更是少之又少，你都经历过了，你钻漏洞善用机密并将情报化为利器哦。我想选企业人士，就选企业人士吧。哦，来了，重点来了，来，哇，那这是怎样？这是预设是不是？其实为什么他们的脸会有这个一格一格的、啊？我还是不太……哦，居然还可以调声线哦。我是 V。哦，居然可以用女生的。我是 V。哦哦，所以只有男女两个可以选。我是 V。我是 V。肤色我要黑一点哦。是怎样？哦，这样子调吗？哦，这又有点太黑，再浅一点。好，这个。肤质是，我好像比较喜欢。哎，这个是发型。哇哦，哎呦，这跟我自己的头发还蛮像的。18，他又是18号，好，那就这个了。发色，通常这种游戏的红头发都不会太红哦。我来看一下，哦，这个红色挑染金的。还有吗？哦，红色挑染黑的，好，这好像也是我的头发。好，那就是这样子吧，就这个了。哦，这微妙的变动会让人吓一跳。同色可以再另外选，就先这个好了。同色哦，可以有这种同色哦！天啊，哇，全黑的，有没有红的？这爱心眼的。有没有库拉皮卡的？哦，这个，这好像又这是怎样？还有这种转圈圈的，太可怕了吧！哦，有，这个，这是我要的。好，眉毛有没有蜡笔小新粗眉毛之类的？哦，这个是蜡笔小新的，没色就黑的就好了，我不想换。鼻子呢？旋转是，哦，这个键是旋转。哎呦！我的发型后面有这个，欸，就是我说大学的时候我留的辫子就是长这样子。哦，好，欸，怎么鼻子这么难调啊？难怪一堆人要去整鼻子哦。
欧巴七啊，七看起来很正常，欸、不行，又有点太短了，我会不会很难搞啊？啊，好了，七啦，哦，嘴巴，这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完全捏得像自己的样子，嘴巴这个一号嘴巴感觉就好，就这样子吧，下巴。这样缩回来好像有比较像东方人一点的吗？哦，这个又更像了。有没有美健学长款的下巴呢？有的话应该蛮吓人的。这下巴还不错啊，四号吗？好，就是这个了。耳朵有没有？哎，其实这个耳朵就不错了。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。我先记起来，这耳朵是一号，有没有？猿人款的耳朵啊，这个，好，四号胡须哦，应该不需要吧？哇，哎，可以这样子，头发是黑的，然后长金胡须哦，胡须类型、胡须颜色哦，可以这样子。改造装置，什么是改造装置？哦，原来是这个、啊，这是表示我的人被改造过的意思吗？嗯。你看那个鼻子有没有像我动身的那个？嗯，不要好了，不要改造装置好了，我喜欢干净一点。面部疤痕哦，我想做一个疤痕在我的额头上面，因为我本人额头上面有个疤痕哦。哦，这个疤痕太多了，有没有额头一小条的就好了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他没有那种头上一点点。嗯，最接近的是这个吧。嗯，没有的话那就关掉了，不要好了。刺青哦，刺青不喜欢，脸上刺青觉得有点可怕。穿环也不用，穿环颜色，牙齿也可以变哦。能不能？哇，那真是金牙假牙，哇，红色的牙齿哎。眼妆。哦，可以涂眼影了，应该不用吧？五，关闭，唇妆应该也不用了，唇色应该也不用，腮红应该也不用。哦，哇，好多哦！哦哦，慢慢往下了，有没有？痘疤，哇，连痘疤都可以有哦。指甲短、长、短、短的，好了。比较干净了，指甲彩绘，哇，奶头可以关掉，哈，我以为可以调整奶头，结果它是可以关掉的，这样子比较像那个动漫的角色，有没有？没奶头这样子，身体刺青应该也不用吧，生殖器，哇、哦，好，你们期待的东西来了，它还有阴茎一、阴茎二、阴哦，还可以变阴道，天哪！哦，可以这样子哦，哇，它的性别好自由哦。一、二、二是插在哪？哦，会晃是不是？一就不会晃了是不是？哦，这个这边就可以调大小了。哦，它只有大小、小跟大这样，只有这样的。三个选项，一个大，一个小，然后一个预设值。哇，阴毛类型这个也可以哦。哇，这真的好细节哦。一、二、是哇，还有爱心的。哇，好吧，这个真的不能播哦。哦，这边还是可以开哦，还可以给它改颜色。这边如果红色的话，我就不会很开心哦。哦，那就这样子吧。哦，我们捏完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数值。哇，所以如果像以前我玩 RO 那种要玩盗贼的话，我就要点这种沉着跟反应之类的。然后我有七点点数、哦。好，那我还是来走个忍者路线好了。我喜欢玩这种的，沉着跟反应好了，就这样子吧。
之后不知道可不可以再点呢、啊？哦，还有一点。哦，他最多只能点三点，那就这样子咯，下一个。好、哦，确认。这个人怎么跟我一样红头发？哎呦，他吐了，还是那是我？哦哦，这是我。我在呢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忽然有点喘不上气儿。听着像是你肚子里的气闸漏气了。是，刚才吐了，压力太大了。好，他讲哪一国的话，随便你说吧，我还没死。有人倒戈出卖我们的特务。哦，我可以选。好，我要选我还没死。你用不着选，我还没死。没错，选太晚还会被讲啊。哦，你有事吗？内部信息泄露，我老大打电话来，把我叫去做事件干预。野区城总部里现在人心惶惶的。哦吼！那也不是你背锅呀，你可是没少帮他们擦屁股。Jackie， 如果换你在黄板反情报部门上班，也一样得被坑。好，我要忙。哎、我挂了，活总得有人干。为了死一点。哦，好哦，哇，他是第一人称的，这个我会晕哦。你还好吗？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你们抽烟了。他们怎么在这种地方抽烟呢、啊？我可以跟他们讲话吗？嗨，为什么按观察你直接看人家下体呢？到底是有没有礼貌啊？哦，这是跳跃、啊，离开厕所。哦，这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，是不是？请问厕所门在哪？这个吗？这是蹲下吗？等一下啊、哦，为什么我看不到我自己啊？我被关在厕所出不去了。哦哦，门在这里啊，我没发现右上有地图啊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他有这个蹲下任务更新企业狗，所以我是企业狗。这是蹲下，然后这是跳，前往詹金斯的办公室。他有给我路线，那我就过去吧。哦。我可以。说伦敦、苏黎世、华沙，哇，全都要崩了！所有人都忙着应付这次泄露，市场低迷，不去运输暂停，行动撤回，几个月的工作全白干了。哦，路人的讲话这么丰富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可以跟你说个话吗？几分钟后就要投票了。交谈，这里可以交谈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交谈？交谈，他不跟我交谈，好吧。哎，你愿意跟我讲个话吗？我就看你不顺眼，走吧。好不容易找到有人跟我讲话了，结果他说看我不顺眼，怎么那么难过啊？是因为我染红头发吗？哎。嗨，你是电梯小姐吗？我可以跟你说个话吗？啊，干什么的？你不是一小时前就赶到了吗？哦，有事耽搁了，马上就到。操他妈的法兰克福！艾伯纳西的苗子可能会把锅甩给我们。法兰克福，我在办公室等你。好。好。所以现在这电梯要多久？这电梯要多久？这里吗？我到了吗？哎呦！现在我们就把剩下的部分从欧洲地区撤出。这三个人现在怎么样？
都死了。等其他人安全转移后，我们会向媒体发布声明。这个人在小戏站好哎。才会是安全系统常规维护期间发生的悲剧事故。哦，我可以站到桌子上来。嗨，我可以加入你们一起聊天吗？中间还有位置吗？我可以坐吗？可以耶。但他们哎，人走掉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杰斯先生找你，他在办公室里。好哦。Hey, V， 好久不见了。哎，好久不见了。是我啊 ，Frank， 我们在冰铺见过，东海岸，还记得吗？哦，所以他刚才说什么擦你擦的法兰克是在讲你吗？我记得，你还好吗？都知道你过来夜之城了。最近怎么样？你也知道，一周前我还在开普敦呢。就说你进反情报了。法兰克福出了那档子事儿以后，你不忙坏了吧？你的同事 Jenkins 对吧？他是大家说的那回事吗？大家都怎么说他呢 ？Jenkins 的风评怎么样？说的很有效率，跟所有的疯子一样。而且最近好像真的有点疯了。哎，他现在挺尴尬的。总监本来应该趁日本人来同意给他升职的，结果呢摆了他一道。说说开普敦吧。开普敦的行动吧。有个货物行动，你之前有听说过吗？没有哎。非洲当地的冲突方提供武器，居然是你们做的。就是我们。哦，我们把一箱箱武器扔进海里，他们得去租渔船然后给捞上来，还是老一套。不过战争他不就得这么打吗？那你上师呢？你这边汇报给谁？ Abernathy， 他真的很厉害。Abernathy， 开普敦的行动全是他自己想出来的。是一个女生呢。我老板升不到特别行动总监，全赖这个臭婊子。公司里的事情嘛，你又不是不懂。哦，办公室政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边赶时间，要不咱们改天再聊，行不行？你们已经聊很久了。当然，很高兴的见到你。应急方案哦，哇，好棒哦！我房间也想要这么红。嗯。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人在这里，你还讲悄悄话这么大声的？然后你刚刚说什么？多说几句啊。嗯，墨镜也不戴好，真是的。啊！谁谁谁，谁又在这边偷讲我的坏话？天哪，我这角色是不是风评不太好啊？我自己是怎样？哦，你先坐飞，我马上来。好，那我要坐哪？投票问题，否则我们在云海就没有发言权了。他们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你房间不开灯的吗？椅子在哪？和我们想的一样。我可以挡在你前面吗？哎，哇，你眼睛一闪一闪的。哦，你先坐飞，我马上来。哦哦哦，原来有个定点，我要坐坐。你这里太暗了啦。你知道该怎么？动手吧。哦哦，是发生什么事了？Abernathy 总监，投票我看了，你解释一下怎么回事。是大清洗为了给法兰克福那边擦屁股。法兰克福跟说好的一样，我把麻烦解决了。我让你解决问题，不是让你在欧洲空间里会搞屠杀。你知道压住这件事要花多少钱吗？我们不但没失去授权，还争取到了一个星期，很成功。总是选阻力最小的方式，不在乎细节，完全是你的风格。这件事我不会给你善罢甘休。嚯，同个组织，但是我恨那个婊子，意见不合，一直都恨。这不是他第一次找你麻烦吗？布拉纳西可不是第一次坑你了。当然不是第一次。
就为了抢特别行动总监的位子，那个贱逼在日本高层面前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。好好好，哎，这里是哪里？现在他拿枪对着我，就怕我有什么动作。你的房间好暗哦。臭娘们，他不敢开枪，因为还用得着我。我要怎么过去你那里？干的事全让我来做，分而治之，很有效的策略。这里有楼梯吗？哦，有。是你会怎么做？我会帮你房间开个灯哦。你得自我防卫。你得保护自己，提醒 Abernathy。你不是他的垫脚石。语音跟字幕不一样。对呀、啊、我也这么觉得。给他一个教训，要狠一点，他才会尊重你。看来这件事你我想法一致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收下资料寄金。这个是，这是我过去几个星期收集的证据。哇，生物识别、创伤小组卡片、身边亲信的名字、司机、安全主管、情人、情人的老公，全都有。USB 直接插自己身上了。给我解决掉。你也说了，我得保护自己。这赌注不少。如果咱们今天的对话传出去，那我也一样要完蛋。没错，世人就知道你是我一手提拔的。要是和你没关系，没人心。如果我拒绝呢？拒绝会怎么样？不要问这种蠢问题，这不是请求你。看来你同意了。还有这个，你也拿着。哇，有一笔钱呢、啊，现金干净利落。今天的交易是可以追踪的，纸币嘛，花了就不见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收下钞票，找的人要合适，不能跟公司有牵连。至于最关键的任务，要派你的心腹去，明白吗？我还有心腹啊！那我明白了。我以为我要自己动手。那我就等着你向我汇报。去吧。不愧是企业人士哦。我的复工车就在外面，你可以拿去用。哦。记住，别让我失望。在哪？在哪？哦，这里啊。重返情报部门。你房间开个灯嘛？真是的，到底是为什么这么暗？是要睡觉了吗？哎，你要的报告我都……哎，我不小心按到吗？你动作太慢了。昨天就应该交上来。为什么变很矮啊？但我现在做好了。先发我邮箱吧，等我有时间，我要找你谈谈。啊？哎，你没事吧？蛇窝里的人在说他吗？蛇窝？蛇窝？这名字起的地道。你惹上麻烦了？暂时还没有，只是要找一个我信得过的人。那就是惹上麻烦了。我们在林子碰头吧，你想抽筋？在哪？这世界感觉非常的大哦，我的天哪！嗨，我这里需要你盖个章，我们的人可能暴露了。怎么了？我要盖章？我现在没空处理哦，等以后再说。嗯哼，我明白，等你有空，我们再讨论。看来我也是蛮大牌的，应该是个高级主管之类的。我要干嘛？按使用电脑。泰国，你的机会啊！哦，是个广告，广告不看。你的生物资料指数出现异常，皮质醇、儿茶酚胺和肾上腺素。哦。与教练会面，订定复原计划，所以我的身体有点问题啊。翻版啊，重铸苹果什么东西？桌上有招财猫吗？
行动做出以下结论。啊，好，档案，新美国。哇，天哪！我觉得这要上手需要吸收大量的资讯哎，我的天哪！连接网络可以看 YouTube 吗？内部网络，哦，就我完全不知道要点什么，点这个看起来像英国国旗的东西哦。医疗服务，高级方案，永保安康。哦，打开抽屉，所以其实我是要打开抽屉吗？拿卡片。哦，就是我刚那个永保安康的那个，使用认知强化剂。哇哇！天哪，这个人好像是狂嗑药，是不是？起身，小心点，他们现在可是会来翻我们的黑料。月球基地对他们很重要，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又是你啊，又是你，我已经记住你了。刚才讲我闲话的人，怎样？我一过来，你又闭嘴了哈？你在讲啊？哎，可恶，不能跟他谈话。我看一下哦，他这个设定。按错了，字幕过场动画有没有字幕跟语音可以对在一起的选项呢？看来是没有啊。哦，这一台吗？哇哦，不愧是有钱人呢。哇，先让我看看各地分析报告。哦，根据最新数据汇报，海伍德地区的 NCPD 人数和相关活动数量增加，目前尚未收到任何官方声明。截获的无线电通信表明，暴恐机动队已被派往该地区。圣多明哥当地爆发大面积电力系统故障，所有其他区域的活动情况目前都在预期范围内。目的地李子酒吧。收到，正在前往。走吧。哦，可以选要喝饮料还是打开新闻了？但是喝饮料啊，没有手摇饮吗？哦，喝酒。真不错。54台。由于神经稳定系统方面出现了故障。哇，我可以看窗外耶。哇哇，飞出去了。有关当局仍在调查这些。好赞哦。背后的真正原因，现场的理事会成员全都装配了由生物技术提供的设备，目前为止哇我完全没有在听新闻讲什么话，糟糕了！好漂亮哦。Hello, B。嘿。我们不是约好了吗？等这周末联系。量化台五收到一条通知，说生物毒素有点不大对劲，我觉得应该打个电话问问。一切事都正常了吗？生命教练，要我老实说吗？勉强过得去啊。就是、临时问题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不必担心。我想进行了上回的课，神经马达放松练习，每天3次，能平复并提振你的精神。健身教练的感觉吧。行，没问题，那再聊。教练看起来就很壮，我的天哪！这款多少钱？我买 PS4 版的1800，
然后我听说你去他们官方的团队，就制作团队的网站上面去买电脑版的话，好像1400吧，台币1400这样的。那 Steam 上面的话，我没有看多少钱呢。搜索靠近酒吧的位置。和尼维亚，不要把那么多化学药剂。啊、哦，讲日文呢。哦、怎么了？我的路，你他妈的刚才跟我说什么？荒坂反情报部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哇，他听到我报名字，哎，真他妈以为自己是天王老子？你怎样？怎样？哦，可是哎，这个人他也染红头发哎，嗨，你翻白眼是不是？我以为这里是篮球场，结果也不是啊。哦，有哎、欸，这里有那个篮球的框，哎、欸，篮球的线，可是没有框哦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部分过完哦，然后我就要休息了。啊，这里不是正门吗？我赶时间了。我赶时间，而你在浪费我的时间。我会死死盯住你的。行啊，盯吧。丁吧丁吧，荔枝姐妹，不是荔枝酒吧吗？我一直想要按下，然后打开手电筒。你们这里是怎样？不是未来世界吗？为什么都不开灯呢？好暗哦。哎，我这才刚开始呢。哇，这里真的好暗。啊！哇，这些人在开趴是不是？交谈。我刚刚喊你好，结果他完全没有要理我的意思哦。什么？世界很大，你看吧。我以为这是假人呢，结果他不是假人。叶知识。你好、啊。哎，你好、啊。哎。他们完全没有想要理我的意思啊！谁谁谁？我刚听到什么烂货？哦，是 DJ。哇哦！我可以打扰你一下吗？天哪，他看起来好刺哦，很尖。哎，你在干嘛？跟我没关系。他在吐哎。跟你没关系是不是？我也没问你啊。这个人在吐，我也想吐了。这真的会晕哎、欸！哎，我坐这里吗？最近怎么样了？瓦伦蒂诺那帮孩子，罗邦最近跳得很厉害，只要你不被打死，就有大把的银子赚。这音乐很烦。不过今天不是来听我叨叨的，还是唠唠你这边的事儿吧。啊，这绝对不能外传啊！这件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可是规则，我认真的，这件事可能会毁了我。哈哈，放心，你又不是不认识我，哥们以前也帮你保过密呀。记得墨西哥边境那件事吗？他叫杰克。我知道你救了我的命。如果黑帮的消息传了出去，就是了，以后也不会。所以你才来找亲爱的 JK 五。
来，你看一下这个吧。数据芯片，你看看。你是把它插在哪里啊？你们身体哪里有 USB 孔啊？哇，后耳那里吗？你有什么想法？这活钱可不能少，而且还在偷偷的交易，不接受转账，只收现钱。钱我这有，全套人马肯定要的吧？一个专业人士，可能得两个。装了超级大脑的黑客，赶在地狱里飙车的车上，还得叫个独狼。哼，这个我倒是忘了。你要我干的就什么叫独狼啊？让我去毙了这位女士。我以为可以交给你啊。Jack， 你知道我的，虽然我从不当婊子还立牌坊，但这种活我不太干，而且我觉得你也不愿意干，对吧？你也知道荒蛮的规矩。我的影片如果讲的话跟上的字幕这么的不一致的话，一定会被按一堆倒赞了。而且我现在拒绝，你也应该拒绝。哎，行了。我们整上几杯，聊聊人生好不好 ？Francis， 双份龙舌兰加石榴汁和三橙，喝完这个糟心事儿就全忘了。不了，谢谢。我不喝酒，还是这么死犟是吧？好吧，哥们儿不挑你。嗯，主角跟我一样不喝酒。这单生意还有公司的其他狗屁，知道是什么吗？这是哪一国话？我一直这么说，把灵魂卖给老板那帮傻逼了。今天他们让你去杀别人，明天就能让别人来杀你。啊，你以为我有得选吗？有得选。如果我拒绝，他们会把一切都夺走，剩下我一无所有。随他们便。他们掐住你喉咙的手也就放开了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我可不愿意随随便便就让人要挟。再看看他的走狗们，想屁吃。或许有一天可以。哇，他们字幕真的很不 OK。不该干不切实际的事儿。哎，你找谁呀？还是找个痛快？你是不是叫 V？ 谁啊？我想我没见过你啊。你来的吗？我好像不认识。你的确不认识，但我们可认识你。Jenkins 今天给你安排了个任务，我们需要知道所有相关的细节。你说你是谁啊？部门，你再说一次，刚才没听清楚。走。感觉怎么样？头昏眼花了有没有？怎么了？你访问公司网络的权限现已正式撤销，两分钟后。相关网络设备也将被强制停止。最后把 Jenkins 给你的数据交给我们，截止流程就算正式完成了。哦，什么事情啊？是我他妈的发现的，这你没必要知道。交出数据，快点！啊，我只能交出去，怎么办？信息都在这块芯片上，算你聪明。哇哦！程序上说是，要是再让 Analysis 除掉你这么个败类，他应该会多给我们点报酬。站起来，你现在跟我们走，赶紧！怎么了？是不是忘了自己在谁的地盘上了？这盘菜不一定合你们口味，吃了恐怕对健康不好。给俺哥容易感危险，开枪！哦，看来这阿杰是真的很可以信任的人哦。哦，所以我人坏掉了是不是？糟透了，难受死了，嗓子里像是塞了砂纸，好像喘不上气儿了。啊，
我知道了，跟我表弟禁毒的时候一样。我生发了西班牙话。啊，是真的是听得有点痛苦。要不要送你去大夫那儿？要么我猜创伤小组已经在过来路上了。哎，我什么都没了，所有福利都没了 ，Jack， 还有我的生化控制器，公司的住所，还把我的银行账号都销户了，不是冻结，是直接销户。操，耿直的下手这么快，哇，你真是。我喘口气哈，你让我缓一缓。好，就这样了 ，Jack。我的生活完全失败。哇，结果我的有钱人人生才过一下子就没了。你又不敢对上司们说不，所以他们先说了，这不是坏事。走着瞧吧。再说了，你也不是忙也没有了。你是说还有朋友吗？我还有一个朋友，这么肉麻吗？才不是，二弟，当杀手的报酬还在呢，也许是一大笔银子呢，正好重新开始个新生活。没错，兄弟，你想开点。嘿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哦，这么太好。嘿，嘿，库马诺。新生活现在刚开始。好，他看我倒下之后，反而就是还可以讲这些心灵鸡汤的话，然后我就站起来了。哦，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吧。